嗨，各位，又是我，我回来了。今天我吃啥子？历经2个半小时糊的肘子，然后里面炖了点粉条儿，然后这个我另外搞了个青椒皮，拿来清淡点的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边说边说。这是硬生生用锅糊了2个半小时的肘子，哇，这个皮墩儿一墩儿的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完全软烂了。哇！再来烤一块骨头。清淡点的肯定就要在饭头再来说一下。哇，真的。